玉娇艳偷走清明剑后，消息遍布江湖。原本想只身闯荡江湖，却因带着清明剑而惹来不少江湖中人的侧目。在下黄翔，也帝王表明，敢问夫人，你手中的可是清明剑？要你管事！别礼貌，那我也只好不客气了。我要跑你！大兵啊，干嘛打我？我是半杯水罗小宝哎。这场戏又没你，抢什么镜头啊？是编剧写的嘛？干我屁事啊！那就让我来吧。偷拿宝剑不要人，气派弯弯，大大气派两位秀憨憨。元芳心软一心硬，跑来哭笑难为。萧美文高掌舵，明日再战明殿街。你们傻嘞？为什么？为了要让你没有信心啊，傻丫头。而且不耍赖哦，我怎么会叫错？我来了，没有人可以动你，你是我的。可恶，罗小宝，怪我早逝，看你们能逃到哪儿去。小燕，你终于回到我身边了，这里有一个传说，如果谁敢从山上跳下去，恶魔就会满足他一个愿望，撞到你就会有仙境，他们说这叫天地永生。你以为我还假？是剧本家写的吗？玉姑娘，请将宝剑归还在下。你娘亲，还是要我？你中了迷香？没错，我在上一集的网子里已经下了迷香。现在发作正是时候。富贵小心。哎呀，你已经走到了绝路。你也不赖，我顶多是武功全废，而你不死也会变成白痴。富贵，还好我头比较大，刺到的只是头皮，所以不用担心他惹来太多是非。所以为什么要跳下去？我的台词还没讲。阿郎那弄糟了了啊。哎哟，小不意思的啦，阿伯说嘛，我心的话说起来。从此李穆桂和余秀芳退隐江湖，不问世事。闭眼狐狸已被蔡珠绳之以法，所有的恩怨也随玉娇宴及清明剑而消失无踪。